怎样让你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双双在线呢？是不是很多创造事业的伙伴都有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超级好用的方式，那就是跟你的事业舞动。什么？事业还能共舞？是的，我先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舞动会协助你创造事业。因为舞动，即兴舞动的精髓是在于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思维里面的这些围墙和屏障通通的放下，然后去感知自己现在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感知这世间万物的状态，那当然包括你的事业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没有任何的防备的状态下，你可以清晰的知道自己现在的真实状态，你也可以清晰的知道事业当下的真实的状态，那你也就会知道这空间中无数的冒出来的无数的可能性的泡泡，各种各样的创意，它就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这不是一个我们坐在这里，在电脑前坐八个小时就能出来的创意，而是在你的生活举手投足之间，它会冒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想法、小创意。那你如果愿意选择跟随这一个创意去流动、去舞动、去创造的话，那它就成了行动，就成了能够让这个创意落地开花的行动。所以当你在舞动中玩事业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顺遂的状态。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不给任何的创意挡路，也不给任何的创意落地的过程挡路，你只是顺遂的行动，顺遂的落地开花而已。这就是跟事业舞动最快速也最自然而然的创造，会节省很多的力气。如果你对怎么与事业舞动，并且怎么在生活中去落地实践它感兴趣的话，欢迎你来我们的高阶课程与事业共舞。我们会用3天的时间深度的让你在行动中去实践，让所有的创意落地生花。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了解一下下一次课程的时间好吗？下次见，拜拜。